Ashley， 你对韩国宫廷古方美容有冇研究噶？梗系有啦，做咩事先？咁你有冇听过金心啊？系用嚟搽定系内服噶？梗系有听过啦。韩国金心相传系古代韩国贵族嘅美肌神器，比起普通人参有更多美容功效噶。点解人参对皮肤咁好？是因为人参入面有种成分叫做皂苷，有研究指出人参皂苷有抗氧化、增加皮肤纤维胶原蛋白的合成和抑制退化的作用，皮肤自然紧致一点，尤其是生长期达六年以上的人参功效特别好。中医认为人参有大补元气、补皮益肺、生津和安神的作用，而肺主皮毛，亦即是我们的皮肤，当人体气血充足的时候，皮肤自然亮白透光。怪不得那么多韩国女仔的皮肤那么好啦。又考下你啊，有没有听过光辉丹呢？光辉丹听落不简单啊。光辉丹真的不简单的，它其实是一个有400年历史的古法养颜走浸技术，过程入面加入紫玉兰、川芎、玉竹等珍贵的中药材，再用酒浸泡发酵过百日之后，用麻布过滤出精华。光辉丹有咁多功效，我都好想试下。话时话啦，对韩国古法宫廷美容有兴趣？了解多啲产品嘅成分，就可以知道系咪适合自己。等我话你知啦。Bird's Nest by Watsons 嘅燕窝柏原金润系列，正正就有齐韩国金参、光辉丹等四种矜贵成分，同时养颜、凝透、修护及紧致肌肤，是古时韩国皇后独享的美容古方，将完美肌肤世代相传。